出发吧，红包！众所周知，红包是时隔晴天的在职狗员，所以今天本董事长来考察一下他的工作，解说一下我不在家的日子保安的工作日常。嚯，早上起来就跟你浩爹在狗咖偷吃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瞧给孩子急的。包啊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嘎嘎能吃啊，包。包啊，你真是后斗门最幸福的小狗。哟，这是谁？原来是新成员。你九爹给他取名叫四眼儿。你呢，作为村里的第一条狗，要好好照顾新狗友哦。吃饱喝足，正式上岗。最近玫瑰花大卖，让包包刺激大家监工玫瑰花包装进度吧。各个爸爸们都好认真，他们真的，我哭了。我不在，包包替我监工，也算是参与干活了。过来弟弟，你的员工管理方式好独特。包包恶评，快逃！你看包包理你们吗？包包的母语是无语。包包哪是哑巴，只是不想打扰各位爹们工作罢了。哟，还给孩子看困了。包包，坚持就是胜利啊！中场休息，偶遇晴天妹妹。咩，晴哥哥真可爱。晴天一定是想我了，小可怜。包包，要替大爹好好照顾妹妹哦。咦，这不是你小黑爸吗？别薅了，本来头已经不再平了。这头是真凹进去了。你咋凹的呀？包包的头怎么是凹的？你们说呢？哎哎哎，休息时间到，下半场继续。哇，感谢这么多新朋友帮助我们时隔晴天。好了，红包，你也快去帮忙吧，加油，爸不在的日子靠你了。